唱的时候，他的伴奏either是空的，或者是 organ 而已。可是当耶稣这个角色每一次他的 recitative 进来，耶稣一讲话就有光圈的，就有光环的。这是 Renaissance 的时候，画上帝啊，画基督啊，都已经一定加一个光圈在头上。所以这是教会里面传统留下来的一个很久的一种的 tradition， 一种的认识，一种的想法。巴哈怎么在音乐里面帮耶稣加一个光圈呢？每次耶稣一唱 ，strings 就进来，就有 string 的声音。别人唱了 string stop 掉，耶稣一唱，好，那光圈就出现，那光环就出现啊。所以这个你可以注意，耶稣一进来唱的时候，多了一个光圈。Sprach er zu seinen Jüngern. Ihr wisset, dass nach 2 Tagen Ostern wird und des Menschen